日烈高压，雨点四呀，五米多米，哪能来啊？农民爸爸，种出来啊！稻为五谷之首，在上海的松江，五千多年稻作的悠久历史孕育出了上海的米食文化，一如北方人对面食的偏爱，南方人对米食是一种执念，而非粮食主产区的上海对于大米又有怎样的故事呢？这样不能打吐槽机，蚊子啊什么就进不来，这是门口啊。王龙清土生土长的上海松江人，与这块土地打了四十多年交道，回归自然，觉得吃的东西。我呢，从小在农村长大，我们小时候觉得吃的东西呢，都是有机的东西，什么大米啊、蔬菜啊。但是现在随着上海的开放呢，农村的劳动力一直转向城市，这些工业化以后呢，好多农产品呢总是吃不到小时候的味道。我们小时候吃饭，这是米饭拿过来就基本上是不用菜都能吃得下来，那么很想念的。六月，当地农民赶着把最后一批秧苗插完，王龙清看着儿时一块儿长大的伙伴，想要重温一把人工插秧的乐趣。几岁的时候插过秧？应该在18岁以前，48年没插过。所以像我们这个年纪啊，吃一粒米饭掉桌子上都会拿来吃掉，就是小时候插秧真有这种感觉了，出乎了大户的感觉。我们的祖祖辈辈一直这样插秧的啊，农耕文化就这样插出来的啊。小时候有步伐的，这个插好了，这个脚退下去，插到这里呢，这个脚往后退，它有规定的。好了，我们休息一下吧。劳作完毕，已是知天命之年的几位老友洗完泥巴，坐在田埂上聊起往事。以前我们都嗨嗨的，对不对？正好我们小时候在农业学大赛，我们这些人都在农业学大赛干过活的。天蒙蒙亮，天蒙蒙亮，7、8点、7点多钟就要上班了，要来插秧了。这次插一下，要体验一下小时候的味道。我们从小出生在农村，对农业有种特殊的情怀。说实在的，我们小时候吃的都是有机食品，对吧？现在我想我们要恢复到小时候这种有机食品当然是很难，但是我想我在小面积里面能做到。我们的米用仪器，日本仪器的舍卫哲来测，舍卫哲啊对口感的一个综合评价，这个仪器可以有机种植的可以达到86、87%，种植水稻到现在还没有见到过，以前没有见到过。平均十位值高达86的松江大米，颗粒饱满，质地坚硬，色泽清白透明，蒸煮后饭粒油亮，香味扑鼻，让上海人吃到了本地产的高品质大米。今年我们已经种了1200亩的有机大米，不用化肥，绝对没有化肥的高品质的有机大米，也让以米为食材的上海点心赢在了起跑线上，渐渐精致，造型美观，米香浓郁，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优质的土地，我认为是我心里很舒服。特别是我感到人家说你松林的米好吃，松林的猪肉好吃，我有的时候感觉比自己赚钱还更开心。一颗颗汗水，一粒粒大米，王龙清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松江人，用他朴实的理念继续着关于松江大米的味觉传奇。
能了。